海皇鲍鱼干贝 XO 酱，它是长时间的细火去熬煮它，把所有的鲜味呢共冶到一炉进去，里面的蛋白质啊，它是鸡肉、牛肉、虾的三倍之多，营养来源更加的丰富，推荐给大家，记得要输入 CTI 567 CTI 我辣7。